小米首发 Siri 美颜手机，发力女性用户市场，还有五款新品。智东西9月27日消息，今天小米带来了新一代 Siri 新品，这是小米推出专为女生设计的新品系列手机。此外，小米还带来了小米 Watch Color 2、小米真无线降噪耳机3 Pro、米家跑步机、米家洗衣机以及米家 K 歌麦克风等其他产品，并且 Siri 在拍摄上采用了专为美颜设计的干对抗性神经网络算法和 AF 自动对焦等多项技术。小米 Siri 手机采用了6纳米高通骁龙 778G 处理器，拥有45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，其续航时间能长达 1.15 天。